各位司机，尽量将头手保持在车窗内，那也请不要打开任何一个车门。阿里山林业铁路，欢迎各位的搭乘。
过这个四高月升班之后呢，大概还有五分钟的车程。四高月升到主升座。到我们的月球平台，让我们一起，终于和。
各位保持安静，等一下我们就会将祈福的祭典仪式交给我们宗族的长老，请大家我们一起用最纯净的心，用最虔诚的心跟着我们宗族的长老一起来进行祈福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来交给长老们。